贴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点唱，好了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觉得心里的压力比这个实际压力还要大太多了。到底怕不怕？怕，怕就来，陈坤大会。哦，他喝了。穿心莲究竟有多苦？夜市人生蹦恰恰庆火力天。若嫌不够的话，主持人统统豁出去吃给你看。真的？哎，我觉得你那个表情比你跳的精彩的。新兵进京旅，做回来。请你唐峰先生。其实，在戏剧上跟演戏上面都有研究，是的。所以今天要来参加的就是我们的演技大考验。哎呦！进行之前来看一下今天的奖励是什么？哦耶！今天的美食奖励就是来自全国顶级的和果子名店，坚持采用最新鲜的当季水果，将不同季节的美景与幸福感受透过味蕾传达到你的心底。炎热夏日的清凉甜点，谁能够独得呢？欢迎光临演技大考验，等你来考验。耶，马上介绍两队参赛的队伍，首先介绍我们的统统队，有我们可爱的王彤，帅气的唐峰，以及永远瘦不下来的林道远。紧接着介绍我们的元浩队，有我们帅气的元浩，美丽的钟英姐，以及人见人爱的爱成。好了，两队请听清楚了，今天的演技大考验第一回合第一题，题目是谁吃到超苦的鲜枣豆？哎呦，该不会穿心莲又出现了？又是穿心莲，穿心莲，穿心莲，这一杯穿心莲熬煮的鲜枣豆。Oh my god！我比巴拉卡巴比啊！哇，你要喝汤哎！哦，你们有点良心好不好？你那仙草冻是用穿心莲熬就算，你连糖水也要加，你知道糖水让我喝一下吗？太苦了，各位。今天我们第一回合第一题的题目就是谁吃到超苦的仙草冻 ？Oh my god！ 元浩队马上进入情境剧。艾辰是醒狮团里面的第一把枪。阿哥。艾辰现在正在努力的表演，第一招降狮献瑞，第二招升官发财，好忙啊！啊，同样的动作，腿就那么短，你要怎样跳那么远？表演完，喂喂！表演完之后，他觉得很口渴，于是他喝了一碗解渴的仙草冻。这就是我们一号艾辰带来的情境剧。紧接着二号郑仲英进入我们的情境剧，有点中暑的仲英决定喝下仙草冻来退火。就搞眼的哟，这不起橘子哦，决定喝下仙草冻来退火。哦，他喝了，加，哦 ，Come on， 凉啊凉啊凉凉哦凉，阵阵凉风吹得我哦哦哦哦，凉啊凉啊凉，太凉了，苦到流泪。马元璋哦，你音乐你不停，他要一直唱呢，他又苦又要唱，他很忙呢。这就是我们钟姐带来的表演，掌声鼓励鼓励。紧接着三号姚元浩进入情境剧，为了让他
的身体看起来更加的完美，体魄看起来更加的强壮，在家里练身体。哇塞哇塞，好面好面，好面好面，好爷好爷，好面好面，哇塞哇塞，元昊比赖丽比基力完全没在怕。紧接着三号姚元昊进入情境局，为了让他的身体看起来更加的完美，体魄看起来更加的强壮，在家里练身体。哇塞哇塞，好面好面，好面好面，好爷好爷，好面好面，哇塞哇塞，哎呦，满头大汗，决定来一碗仙草冻。你快点揪着床，揪着床。哎呦！凉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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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凉，阵阵凉风吹得嗡嗡嗡嗡。哦，他的表情好有层次啊！这就是我们元昊队带来的表演。到底是谁吃到超苦的仙草冻呢？统统队讨论，三秒倒数开始，3、2、1。时间到，统统队请派代表作答。好啊，你别给我演了啦，穿心啊，还在演啊。元昊为什么啊？因为穿心啊，就这个了。到底是不是姚元昊呢？来穿心啊，甜的老板拿走，免得他用第二口来吃。喂，你怎么知道我要干嘛？钟英姐的演技真的很好，真的，他连小细节都做主，而且刚好在艾辰旁边。小细节是什么？刚刚小细节，你看什么小细节？就是你把歌唱得好苦啊！来，要把那个苦啊放在仙草渣里面，很苦哦。哦，真的很苦，好甜哦！恋爱演呢？很好吃啊，像皮蛋啊，彤彤啊，哎呀，来来来来来，耶耶耶耶，吼吼吼！你有没有喷出来？你快来点！喂，正确答案就是三号姚元昊吃到超苦的仙草。回来一下，我们的统统队猜对了，所以得到一个胜利牌，掌声鼓励鼓励。马上进入第二题，哦耶！大考验，现在进入第一回合第二题。是来了，谁在使用按摩贴？哎呀，好可怕啊！不要玩这个吧。一个要两个，要亮果，要亮正极跟负极才会。反正我跟你讲，这他就是很电就对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要再弄了啦！你不要，哎，你乖乖乖回去。不要让他蒙混。怎么走嘞？哎，不要了。快点！你刚试啦。我试了。没看到啊。没看到。等一下。哎呦，这么可怕！这是打雷被雷打到吧？各位，太恐怖了！谁在使用按摩贴片？元昊队马上进入情境局。轻熟女郑仲英常常拍戏很累，虽然她非常爱美，却懒得动。听说有一种叫做懒人塑身贴片的，于是她赶紧买回来，要来垫她的蝴蝶袖。请通电哦。先开第一段，只是有一点点感觉。现在元昊好像已经直接给他开到最强的第三段。
尊姐，尊姐，另来另来，我的蝴蝶是有你要人呐、啊。紧接着来到我们二号姚元浩，发现自己的头歪到了一边去。是落枕吗？怎么样都弄不回来。于是他出门买早餐的时候，他遇到了他的歌迷重音，耶耶，要求拍照。我可以给你拍照吗？好，哎，这边呢？哎，你要转过来啊！你要配合我一起弯这边，我们就拍到啦。弯这边，弯这边，这样。回到家之后，他觉得这样子不行，于是他决定去买按摩贴片来贴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！姚元浩带来的表演，紧接着三号，爱晨请进入情境剧。一心想要回到偶像歌手的爱晨下定决心，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成冰，别融化了眼泪，你妆都化了，要我怎么记得，记得你将我忘了吧，记得你将我忘了吧，说你会哭，不是因为在乎。哎呦，偶像一心想回到偶像歌手的爱晨下决心要改造一下自己的外貌，于是他决定从脸开始，从脸开始，从脸开始。帮你啦，酷瑞，酷瑞。再次，再次，先开小小的，你先唱，你先唱，来。再给我两分钟，让我把记忆结。骗人呐！我三号爱晨带来的情景剧，掌声鼓励。各位。到底是谁在使用按摩贴片呢？讨论三秒倒数，请开始。三、二、一。元浩，元浩，叫他们一个过来，然后背对着我们一个一个，然后我们能放电，然后叫他们唱歌。对，让他唱歌。你这个音真的很好。不要。好，那我选唐风好了。来贴的人要小心被吹走。没有，你要站过去。吃饭呢、欸？我们都不是，你讲这句话，我觉得我有受到那种不舒服的感觉。我在替在场所有的人争取福利啊！哦，不用，你看看那个是靠脸吃饭的吗？是。哥哥爸爸，好，我要看电哦。你站，喂喂喂，你先唱，你唱，你先唱，我才能看电啊！我在哦，什么？我看哦，你看，我刚你也会怕。我家为我，开了，开了，慢慢开了。长大有没有感觉吗？你要用力一点唱。好了，等一下。有感觉吗？我觉得心理的压力比这个实际压力还要大太多。这个不自觉的抖动，是不是？对，怕什么啦？不是重点哦，在讲的时候，那冰冷的东西在你脸上，然后自己手还会动一下，动一下。喂，你不要讲这么多，你到底怕不怕？怕，怕就好。我超怕的。有没有？他有没有？但是没有。王彤，请出来。快点啦！这一边。你要唱哪首？唱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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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蝴蝶。你的手要在这边吗？对。好，我先开一点点。等一下，你要上唱。哎，上唱才开。怎么唱啊？蝴蝶，蝴蝶，蝴蝶。好，开点，开关大会。元浩究竟多心狠手辣，让彤彤吓到花容失色，变婚摄影。那你怕不怕？怕，怕就好。我超怕的。有没有？他有没有？但是没有。王彤，请出来。
快点啦、啊！你先一边一边听、啊。哎，好，帮你看，帮你看。你要等下，你要唱，你要唱哪一首？唱蝴蝶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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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蝴蝶。你的手要对这边吗？对对对。好，我先开一点点。等一下，你要上唱。哎，唱唱才开。怎么唱啊？蝴蝶，蝴蝶，蝴蝶，蝴蝴蝶，蝴蝶。好，开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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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关大会。你是手在抖还是他人在抖？好了，来，黄彤，告诉我们大家有电吗？蝴蝶，蝴蝶，没有，没有。你确定没电？没有吧？你确定？没有啊。没有哈。好，请回。头好晕哦。哎，那我们正确答案你知道就好了。来，刚才钟英姐哦，没有线。来，二号姚元浩。三号林导演这边请。哇，电仔猪肉啊！谢谢。能弹能弹。变了。你摸的也会被电的。一二三，再给我两。好。好，来，公布正解。三号，我们的爱晨到底有没有在用？有电的贴布呢？一二三，各位，我们正确的解答就是我们的三号，艾辰是用按摩贴布，但是呢，彤彤队猜的是二号，所以猜错，由我们的元浩队得到一个胜利牌。各位，我们马上进入第二回合攻守交换。Yes。大家听清楚了，这一回合的题目是谁吃到了超辣的麻辣臭豆腐？哎呦，男子都没有在怕的。是呀，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喂，你们不可以这样子，我跟你们太多了啦。可以的，他待会没声音。喂，救人，救我！Don't do that。太辣了！我们马上进入情境剧。哦哦，一号王彤本身就是个辣妹，辣妹王彤最喜欢吃辣。哎呦！哎，我觉得你那个表情比你跳的精彩呢。哦，这就是我们一号王彤带来的表演。紧接着进入二号林导演进入情境剧。林导演是个生意很好的臭豆腐小贩，还卖不下去，你该减肥了喂。因为他有个独特的叫卖方式。我操！喂喂，阿妈，七点半的节目，你刚讲什么？我还没工作啦，你听见？我操！豆腐精，不要讲乱了。我操！豆腐精好讲。我操！豆腐精香。卖着卖着，道远的肚子突然也饿了起来，于是他就自己煮着自己吃了起来，吃吃大口一点。林道远他不怕辣，他最喜欢吃辣。哎，我怎么感觉这个臭豆腐是生的？吃吃大口一点，吃吃大口一点，他不怕辣，他最喜欢吃辣耶。喂，哎呦，好辣！我口水一直分泌啊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二号林德远带来的情境剧，紧接着三号唐峰进入情境剧。唐峰是个体格健美的型男，他非常的会跳舞。今天耶，他去逛夜市的时候，哎呦，被林道远的叫卖声所吸引。我操！吃什么啊？别讲解了，臭豆腐，臭豆腐，嘿，哦，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哦，嘿，我来试试看。这位朋友，你在吃厚片吐司是不是？哎呦，干得干得，哦耶，他又辣又想跳，忍不住跳了起来，要跳，要跳，跳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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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跳
步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上了通通带来的表演。到底是谁吃到了超辣的麻辣臭豆腐呢？一号队讨论三秒倒数，请开始，三、二、一，时间到。二号，你看他的脸啊，已经红到反黑了，他的嘴唇已经变辣肠了。哎呦，真的，对啊。我要吃很辣的那一个。你表现。不辣，那就通通的。哇，我等着吃最辣的那一盘。你要吃到远的，是不是？对对对，我吃最辣的那一盘。快点，有吗？有。辣不辣？好辣！我的嘴唇破洞哎喂！破洞哎喂！你现在讲话好臭哦！中英姐姐，那我用过的筷子，嘉明瑞啊，吃不下，还好，真的意思一下。哇，你有特异功能的哦，这也认识，不辣吗？耶耶耶，到底辣不辣？喂，是的，各位，这一题的题目是谁知道超辣的麻辣臭豆腐？答案就是我们一号王彤吃到超辣的麻辣臭豆腐。元浩队猜的是二号，所以猜错，恭喜我们的彤彤队再得到一个胜利牌。演技大考验就是我们的彤彤得到胜利，耶！恭喜三位，马上就来品尝一下我们的奖励了，哦耶！沁凉夏之恋果汁。这个是什么葛粉做的，对不对？哦，这个怎么操作？来给大家看一下哈。葛粉，哎呀，哇，太酷了！哎呀，好酷！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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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了！哇，好神奇哦，有没有？对，被宰彤彤，来来，换你，换你。这是枇杷冻，这是羊根，红豆羊根。红豆羊根，这么大口。Music， 耶破，耶破，高潮来了。耶。第一次跳舞，呀可爱，哇，呀 ，Q， 哎呦呦 ，Q， 哎，跳的好好哦，哦，好寒风哦，哎呦，哇，吃起来口感是，哇，好像有枇杷味哦，真的吗？你闻到了吗？喂喂喂喂，是在干嘛？有机化，原本以为会有水果的果肉比较难咬，但没有，它是跟那个外面果冻合而为一，然后就，那它会很甜吗？有。很甜，但是后来之后不会那种死甜死甜，不会很腻。枇杷味啊，会在就对了。真的，你没闻到吗？你怎么到处勾引？对啊，我跟你讲，你知道为什么要撇头吗？就因为你跟他。哎呦，好了，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你为什么要一辈子跟我成为竞争的对手？真材实料，哎，里面的哇，里面满满的红豆哎，满满的红豆。而且我可以保证是说，你现在吃两三块之后，你觉得还是很好吃。不假不客气，不假也很想吃枇杷冻，因为他刚没有闻到枇杷的味道。耶耶哦哦哦耶哦，好累哦。耶耶，它吃起来的枇杷非常的新鲜。然后它的果冻也不会太甜，真的很好吃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今天优胜的得到的奖励，掌声！晚上记得一定要锁定我们好看的《新兵进行》。